第33题，改良后的暗箱是在针筒的部位装上凸透镜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凸透镜有聚光的效果，所以会使得我们的更加的明亮。事实上，它在前面的说明中已经提出来了，装上凸透镜之后会让影像更加清晰明亮。所以第33题问我们说，改良后的暗箱是在针孔上部位装上凸透镜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凸透镜可以提供更多的进光量，使影像更清晰。